接下来就是到了今晚的最后一个压轴节目，由节奏乐队带来的 Evo Benga Chiganemo 与赛马以及拉德斯基进行曲。这首塞尔维亚民谣是2006年刘老师前往意大利演出时听到了塞尔维亚友团的演出，觉得这是首很棒的曲子，于是编成了节奏乐队的总谱，让石小乐队同学来演奏。这首曲子是由低小调转到低大调，色彩由神秘转到鲜明，紧接着是将二胡名曲赛马由杨庭轩同学担任独奏，由石小乐队伴奏。这首曲目可是在台湾音乐会中或坊间音乐很少可以听得到的哦。讲到很少听到的音乐，我也记得非常多稀少却又好听动人的歌曲哦。在我小时候也就读正大实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音乐会中听到许多动人优美的曲子，这些曲子都是音乐老师以及辛苦的老师们演奏给我们让我们练习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谢今天辛苦陪同学坐在这边聆听晚上的音乐会各位辛苦的导师们呢？导师们实在非常的辛苦哈，礼拜五本来可以规划要这个周休二日出去游玩，今天晚上要陪小朋友在这边聆听音乐飨宴，不过我相信各位老师都是十分愿意付出的。好，让我们看一看一年中班蔡乃婷老师在吗？可以挥挥手。好，那我们一年校班黄佳慧老师，好，跟大家挥挥手，辛苦的陪小朋友在这边。以二年中班刘佳敏何老师，好，跟大家挥挥手。二年校班戴玉婷戴老师，辛苦了戴老师。三年中班朱雅玲朱导师。三年校班刘兆文刘老师。四年中班蔡金火蔡老师。四年校班曾义林曾老师。五年中班郭嘉颖郭老师。五年校班林嘉宏林老师。六年中班黄国正黄老师。听说是正大实小唯一比我还帅的男导师啦，就我们美丽的六年校班朱瑞珠朱老师。听着尖叫声就发现朱老师的魅力无穷。那紧接着子怡，我们的节奏乐队即将要带来神秘的曲子，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奏乐队带来的 Evo Benga Chiganemo 赛马